来了啊，你就这点东西啊？就被子和几件衣服。行行了，快进来吧。啊，这给你新买的拖鞋。拖鞋买小了。喝点水歇一会儿，我帮你把那屋收拾收拾。哎，我帮你吧，我帮你扫扫地。哎呀，这点活还用你啊？坐着吧，天天加班那么累。啊，这屋全是灰，帮你好好收拾收拾。你说世界上找不到三块五的妞，行走在凌晨两点的马路上，你疲倦地拿着半盒黄鹤楼。你说可怜世间万物没有四块五的妞，怎样啊，你兜里只剩五块出头。啊，想啥呢？啊，我跟你说话也不理我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咋了？我说你帮我拿块抹布。啊，好好好。那抹布在哪儿啊？咋了？人咋了？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我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就好。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来，我先扶你起来，来。你是不是肚子疼啊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。行了，你歇着吧，我自己收拾。这两天少动，多休息。要不你去屋里躺会儿，我给你整点红糖水。嗯。有点烫了，先给你放着。你怎么什么都懂了？我是该懂还是不该懂啊？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那比起你帮我的，我能做的可能只有这些了。咋样，还疼吗？好多了，你先去休息吧，你累一天了。没事儿，你这样我也睡不着啊。你明天还得上班呢。大不了请假呗。这几天我照顾你，你就躺着，啥事儿都不用管，想吃啥我给你做。行吗？你真好。也就你觉得我好吧。我现在要啥没啥。要是没有你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不能这样想啊。我们老师说过，不会做的题就先放一放。考的是整张卷子，又不是一道题。你要坚持自己。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你一点都不比别人差。行了，快睡吧，有事喊我啊。谢谢你陪着我。其实是你陪着我。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，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，我心中所爱。睡了吗？没有啊。我也睡不着，咱俩聊会儿天呗。啊！哎呀，大晚上照啥呀？这整这么多呀，能吃了吗？不是，来，坐。这啥意思啊？喝点儿可以。喝点儿？你有事儿啊？酒后吐真言。啊？我刚看了个视频。啥视频啊？就是街头采访。啊。
问女孩男朋友一个月赚多少钱才算满意。然后呢？都咋说的？说的都可夸张了，说几万的，还有说几十万的。哎，那不正常吗？正常。那谁不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啊？有谁会挣那么多呀？真没见过。你没见过也不代表没有啊。你看你看现在家里边一般都一个孩子，尤其是女孩都受宠，人家不能因为跟你谈恋爱就降低自己生活标准，对不对？谈恋爱是为了改变命运。我们同样都是二十多岁的人，我没钱你怎么会有？可能在大城市啊，工资高一点，一个月赚个七八千已经算很了不起了。吃吃吃，来吃来。他现在就是看了太多的高分答案，他以为那样的生活是常态。那样？哪样？就是说大房子，开着好车，幻想着三十岁就退休，然后就环游世界。不是啥活三十多岁能退休啊？啊？所以啊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。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求别人呢？哎，也是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有的人啊，生来就在罗马。然后呢？但你我皆是牛马呀。啥是牛马？牛马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牛马就是牛马就是吃草那个，吃草那个。哦，就是牛和马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哎，就他来。其实社会对男孩挺不公平。咋的了？要求你们有车还得有房。那不应该了吗？没房子住哪儿啊？现在房子多贵呀、啊！有几个二十多岁能靠自己买房的？大部分都是父母辛辛苦苦一辈子攒出来，可能还只够交个首付。还真是。你说他一个月就挣三五千。你非要让他给你三五万的生活标准，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找个挣得多的呢？就人家也看不上你、啊。你笑啥呀？啊？不对呀、啊。对对呀、啊，对。没几个了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变好，知足才能长久，对吧？是，还能喝吗？能呀。走一个。走着。我送你千百度日烛到迟暮，一瓢江湖我沉浮。